一道难以跨越的瓶颈。哥，如果我没练游泳的话，现在会是个平凡的大学生吗？你们认识吗？小学时期的同学。举重选手去减肥诊所？你不运动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我知道错了。举重选手就不能谈恋爱吗？这么好死不死，偏偏就看上我哥。青春盛开的他们，最灿烂的美好时代。医生，我喜欢你。1月22号晚间11点，举重妖精金福珠。